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娃娃。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最近呢，小窝一直在玩一个游戏，叫欢乐球球。欢乐球球、嗯。然后呢，他刚才也一直在玩。然后他就玩饿了，对，玩的特别的饿，然后跑去吃饭了。所以呢，他把这个游戏推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是怎么玩的吧，据说特别好玩哦。我也很想玩。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只要左右滑动屏幕啊，来控制这个小球，来控制这个圆环，对吧？嗯，让小球往下落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它不能碰到那个红色的块儿，嗯，碰到了游戏就结束了。对，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呀。哇哇，就结束了，但是这不是我真正的实力，好吗？哦，我还以为你实力就到此为止了。不会的，那你先来好不好？啊，我先来了。嗯，你先来试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玩个几百分应该挺简单的。真的吗？哎，它都没有红色的球，没有红色那个块儿。马上就有了，看你第一个吧。哇哇，也太厉害了！啊，刚说你厉害。哇，他那个从底下突然出现了一个，没有反应过来。那怎么办？那我来一局，我再来一局，怎么样？咱每个人玩两局吧。好，刚才娃娃是47分，看我能不能超过他，再玩一局。好。你不要吓我！哎呦！不要吓我！哇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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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啊！哎呦！啊！我吓死了！这个游戏好刺激哦！哎，你已经比我高了。哦，已经超过娃娃了。哎呀，太危险了！我现在……哎，琪琪姐找了一个安全的角度往下落。哎呀！80。比我要高好多，哇，好有压力，感觉这个游戏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来吧，娃娃再来一局。娃娃，真正的娃娃，真正的娃娃可以得200分，好几百，刷，哎，这个感觉好棒，一下降好多格的感觉。哇，给我展示一下你真正的实力好吗？每次转的都非常的少，吓死我了！刚才那一下真的是非常的，你的手速真的太快了。哎，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对，可以找一些安全的，就是下面肯定没有橙色的地方。哎，我超过你来。哦，我被超过了，完了。哎，你看这边比较安全。给它加大一点难度。嗯，这个也太高分了，你超不过去了。转，哦，你太快了！哇，又要刷新我的记录了。哇，这个非常的顺畅。190分，我真的超不过去了。190，超不过去了。我来了，开始了。呀，190分是吗？嗯。我可以到100分，我就很满意了。哇，29。小窝推荐的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好玩的，190分哦！哎呀，我刚才真的有点失误了，我应该正常水平都有100分的吧？相信我。嗯，反正我赢。好，恭喜娃娃，娃娃是我们新一届游戏大神。娃娃有面包。那喜欢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哦。我们依然会在爱奇艺上订阅小柴玩具屋的小朋友中抽取一位，送出神秘的礼物哦。点击屏幕下方的加入。
就可以订阅啦，加入加入加入。对，然后今天我们要把奖品送给哪一个小朋友呢？拿出我们的奖品。就是我们之前玩过的超人大战蝙蝠侠，对，特别刺激特别好玩的一个游戏，然后我们要把它送给的是爱奇艺上这位叫蝴蝶少女组合的小朋友，希望你会喜欢哦。然后呢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添加小沙玩具屋的微信公众号联系我们，就可以领奖喽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拜拜。